那我们来吃一下金针菇。主播呢是陕西人，然后吃素呢有超过14年，然后其中以生食就是不经过火的水果蔬菜为主食，也有超过14年了。所以呢，大家呢，请勿模仿，请勿模仿，就是主播呢，身体已经习惯和适应了，大家请勿模仿，谢谢。这把金针菇呢，是傍晚的时候在市场买的，这个是3人民币，15泰铢。洗一下。甜甜的，脆脆甜甜，挺香的金针菇。请勿模仿，请勿模仿。熟的金针菇会卡牙缝，但生的不会。请勿模仿，请勿模仿。大家有生吃过金针菇吗？金针菇呢，就是鲜鲜的、脆脆、甜甜，它有一点生生的味道，让你仿佛回到那种很温热、很湿润的一个环境里，但是呢，就是它很甜美，就是它的内心呢，就像一个暗夜精灵，就是非常的璀璨，但是难以被发现，真的很美味的一个金针菇。然后它的年龄呢，刚刚吃的这个感觉呢，再回味一下。根的地方跟尖尖的地方不是很一样，再补充一下，像是17岁8个月0.9天的小姑娘。那金针菇就先吃到这里了。